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师父好！今天我们又见面了，就继续讨论学习关于命运。那我讲的道理呢，我不希望是说我讲了一个道理，说他你要遵从，你遵从之后我给你多少好处？哎，我们不是一个盲目的传说，一个很。 嗯，那个原始的信仰，就是我讲的道理呢。大家可以用用来去进行推理，去分析，这样我们自己就能够把握我们的命运，啊，能够掌握当中的那些重要的点，哎，关键的点啊。这个把把这个关键的点抓住之后，就可能人生就更精彩。 呃，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大脑，用我们自己的判断和智慧来决定，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人生命运的话，我现在总结的就是：先选择做善人还是恶人，或者说，是做好人还是坏人，先做这样的一个抉择。 我们做了这个善恶的选择的时候，这个才开始决定着我们对每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包括我在家里的责备，啊，包括我在工作中和同事的接触，啊，是因为我选择的这个善良，所以我的行为就不是恶的。 不是伤害的，不是欺骗的，不是负面的。哎，这个大家要好好想一想哈、啊。哎，我个人的总结，这个命运哈，嗯，又好像有某种主宰，对我们产生主宰的力量。我感觉就是说。 呃，经常的，或者两三年一次，或者是说你做的事情多，就是一两年一次，就有被考试。这谁考你呢？不知道，就这、是、个我们不知道考官是谁，老师是谁。可是我提到的被考试这个感觉呢，就是对很多事物进行抉择。 尤其是当明显的好事和坏事发生的时候，进行抉择的时候是至关重要的。没人告诉你，啊，现在要考试了，没有这么一个指令给你。但是呢，被考试的这种几率，事实上说，如果事情稍稍重要一点。 就是每一个人，除了儿童之外，哈，儿童他没有那么多的自我主观意识。凡是到了青少年，就是十二岁以后，一直到死，我们每年，如果把有一些小的事情也加进去，每年都备考试。那么这个考试的要害点，主要是考什么呢？ 就是考道德，考慈悲，哎，考奉献，考付出，考你的私心，主要就是这样。就这就是所谓我们说善和恶的这个差别。 我就不用举例子了，各行各业、各种身份，每个人每年都备考，但是往往容易跨过去，得到高分数的，得到高分数的人，通常是选择的是叫做奉献、博爱。 宽容，我说的这些点哈、啊，和我们的生命同样的重要。知足、感恩，就是有一个感恩心。嗯，孝顺，就是其实是考的道德。 那这个里头，我还没有说特别低级、负面的东西，我不考小心眼儿，哎，骂人、伤害这些我没提，我只是提正面的词。他考的是你的道德。那有时候你不提，那是你笨。其实我根本与道德没有关系，我所在乎的全是我的利益。就是我是指自我利益。 别人的他凭什么我就管他呢？我为什么在乎别人的利益呢？哎，对，一一般的人会这么想，但是正是考的正是这个部分。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，就其实讲了两三次的一个故事，就是纽约一个旅馆的一个小伙子工作人员，是吧？就给那个两个老人家下着大雪的天。 将自己的那个员工宿舍让给老夫妻去住，后来被老夫妻重用，啊，成为非常就是一个就是旅馆业的一个传奇的故事。你看，就是一个小小善行，你看他的命运已经改变了。你想一般人的话，在旅馆服务业当中。 那一个旅馆都是很多工作人员，都几百号工作人员。什么时候把你提成总经理啊？干一辈子也当不了的。哎，要总经理要的，他的一步一步的，就是过关斩六将，那他达到相当高的境界才可以啊。所以非常的，像这一个一个善举善行，哎，结果这个人就腾飞似的，像坐电梯。 直接上去上到顶楼了，哎，最后成为酒店业的老板，对吧？赏识他的人就不是赏识他的能力，是赏识他的善良。在很多服务业的人很多，我不能说很多不善良，至少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与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老板没有交代，说把我自己的宿舍给人住呀。 我对人彬彬有礼就可以了，我也没有骂你，对不对？你并没有见面就给我塞了一把小费，我凭什么给你服务呀？尤其是在高级酒店服务的服务生，是吧？他总抢着拉你的行李，当然他也不容易，他也想这养家过日子，要要凭的是小费。但很多人见识短浅的人就是说，你没给我。 现在给我个小费，我凭什么给你做这么多服务？哎，那这个小伙子就不一样，他就觉得我是不是应该给他们照顾一下？结果就引来这样的好事，所以他做好事，他就成为了一个幸运的儿，成为一个吉祥的人。 也同时成为了一个富贵的人，所以我们每年都被考试着。哎，我们一般俗人呢，很多是考不及格的，但是举手问他是不是好人的时候，他说我一定是好人，对，但是好人关键的时候，你的私心就可能重了哈，这个这个很麻烦，所以我们的行善和行恶。 啊，这个会对命运确实产生一些影响。啊，那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人生哈、啊，时常被考试，也大约都是这样。哎，大约是这样。所以在一些关键的点上，就是当尤其是像利益发生了，还有愤怒起来了，啊，痛苦打击来了。 还有看似占便宜的机会来了，这个时候，我可以理解为老天正在考你。那怎么抉择呢？就是好心与不好心的抉择。你看，你去倾向哪一面？你倾向的是慈悲的、好心的啊，不争夺的，是宽容的。 哎，或者布施的，你的结果就不一样。还有，也有人说好运气当中，其中有叫财富。当你抉择的这个程度、这个度，啊不够那么漂亮的时候，就是考分不够那么圆满的时候。比如说你考的圆满，这一次上天会赐给你一百万美金。那么你考的不够好。 嗯，你可能得了三十万、五十万，考的更差点得一两千。大约是这么一种比喻哈，它也是我提醒大家是这种，你考分的表现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具体的分数。不是说你选择善良就是生，就是大富大贵；选择了呃有点又有点善又有点不太善的时候，那我就死吗？不是，是贫富的差别。 多少的差别，这运气好坏的差别，哎，对。所以我们之前也大家也提过、复习过，哪些是不好的，哪些是好的，我们都懂得这个思考了，对，所以我们的考试的时候，我们的决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财富、寿命、寿命的长短。 还有儿孙有没有？还有儿孙的好坏与否？哎，对，很多这样的考试。还有你是否健康？是否快乐？还有家人是否祥和？说作为老板，这个员工是否和你很配合？说都是吉祥和不吉祥的这个差别，对。 所以，通常很多人说我也不怕死，因为早晚都要死，但就怕活着受罪，是吧？对，但是活着的过程之中的这样的考试分数上的差异，会影响到命运的好坏的差异。 我也提醒大家，我也看到很多，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我看到普通人当中的常见的就是不知足、不感恩、哎，对，这行为尖刻，哎，这种他自己觉得不是个大问题，那主要的表现就是属于叫做。 抱怨。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一个历史的小故事，就是千里马与伯乐的故事，是吧？哎，有一这匹马，哎，其实它是一个它的这个这种这种马的这种类型哈，它是特别能奔跑的。那千里马，它自己知道自己是能奔跑的，所以它干的这个活儿吧。 干的这些又苦又累又脏，啊、哦、又痛苦的这个工作呢，其实心中一直还是很不甘心。嗯，每天有抱怨，但是也没结果。今天抱怨完，明天还得干活不干活可能会饿死，主人不给你喂粮草，甚至是挨打，用鞭子抽。所以，像农民用马都是有个马鞭的。 马鞭就是打马的，你不按照我的指令我就抽，嗯，马它是个生物、啊，它也是痛嘛，所以为了不挨抽就是跑呗，按照主人的指令，嗯，那这个千里马好不容易有一天，哎遇到一个白胡子老头啊，我们中国的白胡子老头都是很厉害的 <laughs>，遇到个白胡子老头看到这个马说，哎这是。 这个马不错呀，就问马主人：“你这个马这几岁了？”啊，嗯，七岁了。啊，看看蹄子，看看牙齿，啊，嗯，好马，你卖不卖？所以这个马主人就问：“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买这个马吗？”呃，当然了，我想买。嗯。 五十两银子，好，可以成交，都不用还价了。买马的人就是伯乐，伯乐发现这个马就是千里马，特别能跑。那么，如果他卖给那些贵族、卖给那些将军这一匹马多少钱啊？五百两黄金。他才花了多少钱买这马的？ 所以这马遇到了新的主人，找到了新的他最擅长的工作，别提多高兴了，是吧？当伯乐走的时候，马跪下磕头啊，他谢谢你，大叔大爷爷，啊、嗯，你的救了我呀，都是你这个，都是你发现我是个人才哈，哎，让我找到好的工作。你看看我的马鞍多漂亮，上的都镶的金，啊，镶的宝石，哎，我这出去之后多荣耀啊，哎。 所以这千里马特别开心，特别感谢伯乐。哎，伯乐说：“别客气，好好干啊！要尽职尽责，要有敬业精神啊！”好，一年以后，伯乐回来看这个马，说：“这马是我卖给他的，伯乐是一个好人呢、啊，是吧？要看看自己卖的货物情况表现怎么样，啊，主人有没有什么对他有一些挑剔，有没有问题，要不要退货？” 啊，主人说这马还可以，但是呢，主人的脸色也不是特别好。说到底怎么了？你自己找你的马聊聊去。他找到千里马，千里马说：“哎呀，干这活没意思啊、哦！每天像个傻子似的，就为了那一点钱我就奔跑啊，凭什么呀？那个烈马公司是不是啊？一看我这种马的话，每年给八百两黄金。” 要请我去，啊，是吧？让我去当马皇帝、马王子，哎，比在这儿舒服。我正还没有机会给我的这个新主人说怎么辞职呢，所以老子干就不痛快。哎，这为这个事儿呢，哎，伯乐这个时候一听了讲了之后，好吧，我跟你现在老板谈一谈，给老板谈了谈之后说加薪。 啊，虽然你晚上不加班，也给加班费，啊，是吧？眼睛不花也发墨镜、发太阳镜、发洗澡水，是吧？刷牙膏，啊，发个金皮带，啊，这也给了很多待遇。说，哎呀，看你还挺懂礼貌的，算了，我再给你干一年吧。哎，这马就给新马主任，就是又这么说，哎。 为了，因为又有好处来了嘛，我再干一年，再干了一年之后，伯乐又回访，哎，马就说：“我怎么都不干了？你看看那个马，比我年龄大，连点肌肉都没有了，是吧？跑的还比我慢。”哎，他成为我们这里头成了马班长，凭什么呀？论能力不如我，论长相不如我。 论为人不如我，论能说会道不如我，啊，对吧？他还不像我过去干过农活受过苦，哎，对不对？什么都不如我，凭什么让他来管我？而且待遇还比我高，他那个马鞍还是超漂亮，比我那贵多了，啊！更可恨的是，还找了个漂亮母马母马做老婆。 哎，那我为这个事情我特别伤心，我正想给你写信找你的，我不干了，啊，我得另去一个地方。哎，那些猎头公司也是请我去，今年又涨价了，啊，每年一千两黄金，哎，辞职不干了。那伯乐现在伯乐不是主人了。 是卖出去的马呀，所以只能赶快去找这个马主任，这个马主任是个大将军，哎，大将军驯马倒没有什么特别技巧，但是他爱吃马肉。听这个伯乐一说，说可以，反正马是我的，把它宰了，老子有的是钱呐。皇帝对我特别好，是吧？就是遇上这么一个调皮捣蛋、不知足的马。 杀了他，就这马给马上就变成了包子。他的错就错在旁边还有马，有了对比，就有了伤害。他通过和别的马对比之后，他自己的心受伤了，嗯，就开始要条件呐、啊，是吧？耍赖呀、啊，调皮呀、啊，是吧？辞职啊，哎、嗯，这些东西就发生了。 啊，要找工作的时候，最初找到一个千里马工作的时候啊，就觉得就快给老板都跪下来了，啊，真是感恩戴德。等干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哎，人的心的这个贪欲心，随着时间就升起了，可是感恩心随着时间就磨灭了，这也是个阴阳吧？你看，感恩心没有了，可是贪欲心又起来了。 所以摊到极点了之后呢，这个马就变成了马肉，就变成了包子馅儿，哎，所以这个世界上这个事情啊，真是，听到说我们都希望有个好的结果，但是你看多少人因为富贵像这个马一样哈，哎，令大家羡慕，羡慕过程之中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活在一个受人尊重的。 啊，受人,人叫做羡慕的啊那样一种幸福啊富贵啊平安快乐的生活环境里，而不知足，要条件啊，要求你要对我更好，所以很多人富贵了，富贵了之后呢，很抱怨，哎、啊，这个。 一个普通女人啊、嗯，很幸运嫁给一个能干的丈夫，哎，在家里生几个孩子，带个孩子干嘛？天天抱怨，啊，你看看人家爱情专家怎么说？你一天陪我多少小时？啊，我过生日的时候也没个卡片，没个爱情卡片，情人节都过了好几天了，哎、嗯，也没给我送个礼物，啊。 你看，某个品牌的新款的包包出来了之后，也没给我们买，啊，这些种种的抱怨，抱怨积累，但是抱怨的这个人不觉得问题，但是听众觉得有问题。抱怨的人也不觉得是问题，从轻轻的抱怨，其实这个抱怨自己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。 但是如果他真的去相爱，还会抱怨吗？就不抱怨了，因为你开始不爱他了。这个抱怨的行为是报复行为。连续的抱怨的结果，你一定会出问题，你一定不忠诚于这个家庭。啊，所以这个抱怨的结果就等于最后是爆炸，这一切都毁了。 就毁在于这种抱怨。那你想他抱怨的话，请问做饭的时候好好做吗？会对你好吗？会对你关心吗？所有的行为都是和抱怨配套的。当爱你的时候，是吧？点蜡烛都怀着的幸福感，看你的幸福的眼神，爱的眼神，是吧？给你倒杯茶的时候，幸福的眼神。抱怨的时候呢，爱吃不吃，不吃拉倒。 你也不要我比找一个比你更好的，所有的这些语言都是伤害。那伤害的结果呢？等爆炸了，就知道是什么结果了。所以我们大家都觉得是小事情，小事情的这个抱怨，今天我给大家提醒出来。 的你的好命运是怎么做出来的，是吧？你当成稍稍有点成就的时候，你还会怀有知足感恩的心、兢兢业业的态度吗？你还会去珍惜和你一起进行创业的人吗？没有，你开始的就是变态，变本加厉。 要求的更多，更多，更多，请记住，物极必反。你要求的多，你要想得到，这是你这个过程之中自己在制造自己的命运。我现在讲的看似以为和命运没什么关系，就仅仅类似抱怨的这一种心态。 其实很多人就没有逃出我们所说的一个命数。前面我讲过，这个以这个财富传家不过三代是吧？很多人刚刚富起来，别说三代，一代还没活好，自己就灭了，就是因为抱怨心起，结果就爆破了。 比如说，女人在家持家抱怨，男人在家在外面工作，那个压力、烦恼，甚至是刚在家里挨了顿骂，早晨去上班，一出门就撞了。有人说撞死他也不如撞死我 <laughs>，不一定。你家的重要的人是一死，也许他留给你的是一张欠条，你的房子马上被充公变卖。 你马上就会流落街头，你的好命气数尽了。你真有那个好命，过着好日子，你会抱怨吗？你会很幸福的、感恩的去珍惜着这一切，啊。要这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，去爱护得之不易的幸福。 可是很多人在这种幸福之中，甚至还是说要那臭钱干什么？对不对？多少人不就这么最后自作孽，最后自己得到惩罚？就是你的好运气让自己给经营垮了。他为什么会这样呢？ 学佛的人说：“是是没有功德。”那我呢，就站在一个非常普通的人思考，就是叫没有教养，会拿着自己的人生和命运，在做最愚蠢的游戏。如果人生只有这一次，你看看你的人生经营的多惨。 这种失败是何苦呢？当有些钱好好的生活，住个大房子，你还并不快乐；当流落街头的时候，你快乐吗？我相信哭都找不到地方。遇上一个无知的父亲和母亲，会导致全家人跟着受罪。 当你家破人亡的时候，孩子受到多大的伤害？当然有个好处是，你家破人亡的时候，孩子会快速的懂事。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孩子被吓到了，会吓到了，不相信你这个家庭的这种亲情的关系。 所以导致的是家破人亡，所以我还是说，其实命运也是自己造的，它的造的就是就像蚂蚁筑窝一样，蚂蚁筑窝呀，就是依靠一点一滴、一点一滴这么垒起来的，累积起来，就形成了自己的人生和家庭。对，你在筑窝的时候，你弄的全是假材料，是吧？假材料就像豆腐渣工程。 到一定的时候，风一吹，哗就散掉了，全家家破人亡也一样。所以又不能作假，嗯，所以就得必须的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认真的去做。佛陀也说呀，他是把握当下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去做好你现在该做好的你的职业。 不要浪费今天，不要浪费这一个时刻去做好的。他这么解脱的大觉悟者都是这么说，他并不是说：“哎呀，趁此欢乐的时光，我云游天下去吧。”佛陀说：“把握当下，认认真真。你就是修佛法、念佛都要认认真真。那你是豆腐房的工人呢，做豆腐中认认真真。” 学生要认认真真的学习，老板要认认真真的、兢兢业业的去将你的团队带好，这才不不负上天给你的福气。就是你的认真创造、把握当下，才造就了你可能平凡的人，但是并不平凡的人生。你可能有更多的业绩创造出来。 甚至是说，你不能让整个社会惊动，也能让你的子孙进行传颂。说当年我爷爷，当年我奶奶，哎，讲的时候是觉得这个孩子是荣耀。当讲你的故事的时候，创造你的家里这个基业的时候，是一种荣耀感，那多好啊！对，所以我们的人生。 其实就是阴阳的另一半，除了天意之外，还另一半是我们只能好好的努力、刻苦的努力，才能将它营造好。 是感触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我们被这个教化，还被点拨的时候，别人把点拨这个词用为叫提点啊，就是被点拨、被指导的时候，有时候这个感觉是苦的，就是你你的身心灵的感受是苦的。比如这个朗朗先生，他这个小时候日复一日的被迫着训练弹钢琴。 咱们现在就问问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哈、啊，就你那个孩子弹钢琴，有几个是很自觉的？我下了课我就很喜欢、欢喜接受的去弹钢琴，而且每天都弹，有吗？我估计没有，嗯，都是被逼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孩子弹钢琴的这个人呢，他这个过程之中，只要逼着去的，是都不情愿的，被逼着去的这个过程啊，都是痛苦的。 所以都是被家长啊、老师啊、教练呐、啊、什么呃，还有修行的师傅啊，也是叫做斗智斗勇，是威逼利诱，是吧？今天谈了之后呢，我给你十块钱，啊，对，你这个你这个如果坚持下这一个月来之后，我给你买个新书包，对，他用各种的方法、就是激励着他，引导着他去往前走，去学到一些这些。 该修的这些内容，但是这种过程之中，尤其是日复一日的坚持，哈，是最难的。嗯，所以这种感受的时候，通常的大家共同的反应就是苦。所以古人讲哈、啊，天将大任于斯，先啊让你感受，尤其是痛苦，我给你。 简单的缩写一下，先让你感受和接受那个痛苦的东西。所以达到一个过去考状元，哎，考的最好的分数也是寒窗十年。过去人把读书的这个过程叫寒窗，就一个人守着一间屋子去读吧，要苦十年。还有说十年磨一剑，是吧？ 说你成为一个武林高手，你要苦练十年。有一次呢，我这个走八卦走了两个多小时，下大雨，大风，那个树枝都落到我头上来，我就挺委屈，我流眼泪。师傅说怎么了？我也不敢说呀、啊，嗯，我心里话多苦啊，你也不让我停下来啊。啊，师傅一看我就把我干透了，这。 啊，好、嗯、好好，走，明天呢，我带你啊，啊，去我的好朋友啊，他是位大师啊，哎呀，他那些弟子不如你练的，嗯，咱们去看看去，就当走亲戚，我就特别开心。终于有一次跟师傅去见他的朋友啊，啊，哎，说我比他的徒弟练得好啊，这太荣耀了，我去露一手，啊，第二天去了，我去了之后。 我差点连眼睛都蒙起来，不敢露了。为啥呢？人家练的叫挨打的功夫，他的师傅比我现在身体要壮很多，这个肌肉强壮的，瞪着大眼珠子，留着黑胡子，说话就没有笑容。叫我们来的时候，你们坐那儿吧，哎，那有水自己倒，哎，这不家伙这么厉害啊，哎，吓得我这都给站在那儿哆嗦，哎，呃，先练排打。 嗯，开始，师傅拿着两根棍子，真正棍子不是假的哟，不是表演用的小小铜管啊，真正实心的棍子，两根棍子用胶布绑在一起，哎，他那徒弟这样，哎，开始，师傅咚，咚一棍子就打这个肋，吓得我，完这里头内脏。 全成爆米花了，全给打碎了的。哎，每面打十八下。咱们说怎么样？好，师傅继续来，就是不是？你们几个找几个男生徒弟，屋顶上用大绳吊着一根大木头，房梁啊，很粗啊，吊着大木头。哦，三四个人，这上因为上头有绳吊着，往后跑，跑了十多米。 一起快速地抱着木头往前撞，前面这个大师兄一看木头撞过来，往肚子往前一顶，咚，就把抱木头这几个人一起撞飞出去。啊，这是牛还是人啊？我想就是牛的话，把牛给撞飞了。可是这个肚子是把这几个师兄弟连大木头一起撞飞出去。我看完之后，时候我还是多练一会儿吧，还敢露一手啊？ 哎，这个最后我就问这位大师兄，这武功这么高啊？人家都三十六啊，三十七了。这位徒弟啊，师兄啊，你这个这个功夫这么高啊？哎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不行不行，这这师傅这这，我在我师傅面前都不争气的，是吧？这个我这个师兄都没做好。”他的师弟就跟我说：“哎。” 我们省的那个武警总队的教练，上次想找我们师傅切磋，结果我师兄说：“来吧，找我切磋吧。”说怎么切磋呢？说我们不会打人，只会挨打，你打我好了。嗯，打了几拳，打这个教练手痛。哎，教练呢，他是武功是腿比较厉害，腿上力量大呀。啊，趁师兄不注意，一脚踢到这个胸口这儿，这个胸口这一块特别怕踢。 一般一挨了一脚，当场趴下，甚至吐血。哎，给师兄踢了一脚之后，这个教练自己抱着脚脖子看医生去了。这一脚脖子踢到这位师兄的肚子上，脚脖子断了。师兄说：“哎，讲这种窝囊的事情干嘛？挨揍的事情还光彩吗？还给人家讲？你看，这师兄一点都不敢傲慢。” 我说这师傅得多厉害啊！人家还说我们不打人，我们只练挨打。哇，太厉害了！那是怎么练出来的？就是这样被打出来的。所以他刚收了三年的一个小徒弟，嗯，师傅说：“小不点儿过来啊、嗯！”他就说我给你师兄表演一下啊。嗯 表演啥？他师傅，那小孩都不会动脑子，师傅指定啥他就干啥。哎，给你个砖头踢了他，师傅把砖头一扔，他一脚就踢过去，砖头踢碎了。这小孩啊，不是说戳好了再踢啊。师傅扔过去的时候，他就一脚。小孩才练了三年，砖头碎了。嗯，这怎么练的？他师傅说，都是打出来的。 所以这些人出去之后都是一等一的高手。你想他的抗打功夫这么强，他如果出拳出一脚会怎么样呢？真的像坦克一样，啊，太厉害了。但是这些成就都是苦出来的，这个苦的这个过程，师傅就说了，在我这儿学徒都是签生死状的，和他父亲签生死状，练的不行。 你就走人，脚打坏了、打残了，不偿命，都是这样，那还得供养。就是严师出高徒啊，啊，对徒弟严格，这徒弟才能练得好。但是你在练的这个过程哈，也叫成就的过程之中，你的感受是苦的。嗯，所以大家需要有这样的智慧，要认识什么叫真苦。 什么叫假苦？要有这样的悟性和福分。没有这个福分的人，都是半途而废。啊、哦，师傅天天折磨我呀，我不干了。对，但是任何一门技能要学出来，都是苦出来的，就是你的感受一定是苦的。你这一天天做的我很快乐，做的很快乐，这种练不出来，除非已经成了大师，啊。 苦苦完了之后，他能自享其乐。在做着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就好快乐。所以，郎朗成了大师，这国乐大师之后，他上了台是享受的，因为那个苦的感觉，把苦变成了习惯的时候，就是快乐。是刚学钢琴的孩子永远都不能领会的。说弹琴是快乐的事情吗？但刚弹五年以内的孩子都没有觉得弹钢琴是快乐的。但是熬出了那个十年的苦之后。 啊，好快乐因为我的琴，我弹出来的琴声是让大家觉得享受的，啊，赞美的、敬佩的，啊，自己都能非常的享乐其中。对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对事物的本身也学会去感受、学会领悟和判断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。 所以我们在被考验的过程之中，有时候的感觉也是苦的，但是往往也感觉到快乐的、舒适的，往往会容易带来负面的，是吧？比如说很多小朋友，就是儿童、婴儿、儿童都喜欢吃糖，喜欢吃甜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我觉得儿童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甜的东西 要补充营养嘛，补充热量，因为糖的热量很高，但是多了就不行了。所以很多小朋友那个牙齿哈，尤其是跟奶奶长大的，很多牙齿吃糖都吃坏了，啊，这个孙子跟奶奶一耍赖，啊，我再要一块就好了，你你不给不给我就坐到地上哭哈，哎、啊，说算了，给吧，最后很多跟奶奶长大的小孩那个牙齿哈，都变成虫蛀牙，哎、嗯。 就是这样，因为疼爱嘛，因为你吃了甜嘛，所以当美好的东西一旦多了之后，会带来伤害；当看似苦的东西多了之后，是带来的是经验，带来的是促进你成长的那样的经验。嗯，所以大家需要，还需要学会去判断和辨别。 好和坏，所以往往呢，这个痛苦和荣耀是绑在一起的，啊，苦和乐就是难兄难弟，啊，你觉得苦和乐的东西，实际上他们是谁都离不开谁的。 所以我提醒所有的朋友，什么是好命？知足就是好命，因为永远你去比比你富贵的永远都有，比你长得好的永远都有，但是比你贫穷、比你更惨的还有，那你就应该知足现在的，去做好现在该做的事情。今天是在职的，在家里的一个作为家里的专职太太也好。 专职母亲也好，去做好应尽的职责，是吧？用一种奉献的、一种爱的、一种慈悲的心，你煮的那个汤、煮了个饭，大家吃的都好，幸福感，因为有爱在里头，它都能治病。所以你想，一个抱怨的这个叫怨妇哈，一个抱怨的怨妇，你煮出那个汤、煮出那个饭来，对大家真有健康吗？你是憎恨的。 你就这么想着这个汤能好喝吗？你心里这个抱怨，你见你丈夫，见了你的孩子说话的时候，能像一个真正的慈慈善的良母那样说话方式吗？一定像疯子一样在表达。表达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催促自己早点把这些富贵弄走，让自己不是回到贫穷的状态，而是无家可归的状态。 因果报应的本身不是一比一，你付出一分得到一万，做功德付出一分得到一万，啊，做恶事也是付出一分得到一万，所以这个功德呀也是这样子，像那个蚂蚁啊，蚂蚁造房、蚂蚁造洞似的，它要一一点一滴的去把它积累起来，哎。 是这样慢慢造起来的，是吧？所以看似小小的一个慈悲的事情，要积极的去，就顺从的去去做，这个功德是慢慢积累。真的像在银行存钱，今天存十块，明天存五十，真的几年下来之后，也许买一个普通的房子就买得起了。那你每天多花五十呢？那十年之后你的负债无无限呢、啊？就是这样的。 所以很多年轻人不懂怎么过日子，啊，父母亲帮着做了个信用卡，之后把信用卡公司的给他永远上到黑名单，是吧？信用卡永远再申请不了。还有如果买房买车想贷款不行，因为没有信用，黑名单，是吧？政府这套记录他不会作假的，也没有那么多情谊，是吧？你违背就是被惩罚，命运更是如此啊。 所以，这个功德需要我们自己去积累的，是吧？所以，这里我就所以提醒了大家哈，一定要知善恶，还有选择善恶。所以，不知苦就不知道甜啊，不珍惜现在的就会失去一切。那、no. 还有呢，我们贫穷过不是个坏事。 对，因为你没有穷过，你将来有了钱都不会当家。所以很多西方国家的一些一些人，甚至是说一些中老年人，他都没有存钱的习惯，对吧？反而相对贫穷国家的人知道存钱，因为穷怕了。所以我这一个月挣了一千块钱，你要真花的话，一千块钱都不够，对不对？像华人的话，还能存上一百，存上五十。 以备啊、呃、关键时候还能用上这笔钱，因为我们穷怕了，啊，所以因为有过贫穷，所以才懂得了存储和经营。就是我们曾经这个同修的邻居啊，那个银行家大富贵的，哎，对，那个零八年零八年国际金融海啸的时候。 啊、嗯，他们家的房子就叫银行收走了，他先生也为为此也给退休了。之后，啊、哦、就是租了一个很小、很矮那个区域，又不太、不太贵的一个很便宜的一个区域去住，是吧？我们同学见了他，就问你你你突然之间你怎么搬到这个区来了呢？你那个好房子好像是别人都住了，他又又哭诉啊，哎呀！ 我们只是运气不好啊，他们两个加起来一年收入四十多万美金，是吧？四十多万美金买一个普通的房子都已经挺挺好的了，都，可是花的光光的，啊，他一说的时候说的头头都是道，抹着眼泪说：“你看看我的游艇，一年光存放费三万，是吧？我的那个收藏级的摩托，是吧？” 我买的时候十五万，啊、哦，我的哪个型号的跑车几十万，神经病！你买这干嘛？一年开几回呀、啊？你还说的也挺有道理，好像哭的是像泪人一样那么可怜。你脑子犯浑，你没穷过，还做银行家，就是没有贫穷过，不知道怎么花钱过日子。你花钱买这干嘛呀？你买个破船，你一年能开几次呀、啊？ 不是开不了几次吗？你想坐船的时候，找那个最安全的小轮渡，你坐一会儿就可以了。有什么呀？你走着路觉得不踏实，是不是啊？这不就是找死吗？你光存船费就那么多钱。我现在开始、啊、压一下气啊，好像我是有情绪似的。我就是我都看到大家就不会做人、不会做事、自找倒霉的这个行为，我会产生一点情绪。 嗯，但是你这个行为与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因为我是相信慈悲的嘛，就你别糟践自己，别浪费自己的这个富贵，别浪费自己的好命运，而且善用它，别浪费那个钱财。富贵就不能奢华，富贵不能淫以奢华，请你记下来。 否则，你一代富贵都过不去，不到死，你的钱非给糟光了不可，或者弄出点别的事儿来。为啥呢？邪气上升。所以，你就想有好命，啊，好命运，都是要有一个叫做正心、正念、正行，你才可能有好运气。什么是正心正念呢？这个“正”是叫慈悲心。 慈悲心即为正心，啊，不慈悲的就是歪心。嗯，慈悲带给别人好处，带给自己更多好处，所以就像对应了我说那几句话：我的善心、善语、善行。当你内心真的是慈悲的，你的表现形式才会慈悲柔软。 这样才能全家吉祥、幸福、平安、富贵，还有长寿。